一个小动作疏通身体的淤堵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宇浩教授。心脑血管有没有淤堵，看看你的中指就知道了。如果中指的横纹过多，就可能是心血管方面出了问题，尤其是中指的根部有青筋的话，可能就是脑动脉有硬化造成的。如果中指的根部变细了，指缝间隙变大了，这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。中指呢，是我们心包经循行的路线，经常按摩这个地方可以改善心脏血液循环，调节心率，缓解因为心脏引起来的疲劳啊、惊慌、胸闷这些问题。我们可以用另一只手对着这个中指进行旋转，每天按摩3分钟，就起到一个疏通淤堵的作用，让身体越来越通畅。另外呢，中指上的这个中冲穴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，按摩这个地方可以清泻心火，加快血液循环。怎么按摩呢？两个手碰一起，多触一触。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按揉，按揉的力度、持续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，感觉到这个位置有酸胀感就好。